澄清之后，你就会哈哈，哦啊，赚大钱，对。对，好烂的题，赚大钱，你就会怎么样？你就会有用不完的钱。等到你有这么多钱呢，你就会带我去环游世界。你就我们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干什么？你无忧无虑的。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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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KTV 里面必唱的，对，好嗨哟！就是所有事情我们都要去，快乐的快乐。想这首歌的时候，所以这样，对对对，很快乐，哎，好快乐，快乐，快乐！一，我的心态，记住了，三天三夜，我这年纪跟你做三天三夜，我也挂了。我跟你讲，这是对的，好不好？三天三夜，我叫你三三一动起来，三天三夜。哎呀，哦，我也要来相亲，还有比我啊？你没有钱还，你就会想要怎样？有了有了，拿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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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跟你讲，跑跑跑的另外一种说法是什么？你先喝掉，你先喝掉。你要跑，后面有人在。先别喝，别想，别喝，别想，别喝，别想。这么简单。好，对，后面有人在跑跑跑的另外一种说法。来，一二三，跑，后面有人在。追追追！就是呢，非常爱这个男生。如果你谈了恋爱以后，然后呢，你心无旁骛，心无旁骛，哎呀，那其他嘞，对呀，完全没有别人，对，有有有，我的心里只有你，没有他。好耶。好，可以女孩看过来，19分钟，再一个啦，再一个啦，好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我们刚刚你提示，你还有希望，再一次，再希望，我们各自提示一次，好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讲哈，我跟你讲，我有老婆，你要打对，哇，干嘛？你们要 battle 啊？你三围是？这样怎么好意思？你都知道啦。我你一定要先怎么样才能好？
你要再讲一次吗？你觉得先怎么样？我们要先怎么样了才能结婚？先怎么样才能有？通常都怎么样的？然后这首歌通常 K T V 也会大家必点的，也会这样，怎么样？也会这样唱啊？你刚才 style 可以讲主歌吗？不可以，不行。我可以提示吗？哦哦，提示有提示，好难哦。我再给你们一个。你是吗？你听一下，你再听。我告诉你，现场只有小杰可以救你。对，你就听他一下吧。你今天比我还笨，是吗？对。我跟你讲啊，你不要去把它往脏的方面想，一直往脏的方面想就想不到。哦，很他叫你来提示，不是叫你来救到你。各位，我要讲很厉害，我要讲，我一句话你就懂了。你，他们两个情投意合啦，啊，现在进行式啊，对，现在进行式，他们怎么样？是 ING。